这是一个100升的小型家酿啤酒设备，也可以用于啤酒配方的一个研制哈。它只配备了2只100升的啤酒发酵罐，一个啤酒的糖化煮沸，底下是一个冰水罐，这是一个控制柜，后边带有换热器、麦汁泵，配了2个啤酒发酵罐。它只一个发酵罐只能酿造一款啤酒哈。它以这种设备主要是用到就是，也可以用于就是啤酒厂的小配方的一个研制啊，这种也是可行的。然后好多呢是用于家庭的，酿造100升，然后是吧，家庭聚会啊各方面的，然后就可以够着所有人的一个饮用了。可以这样的话，一个罐做一种，可以做2款这样的精酿啤酒。